正确吃药的方式。哇，厉害啊！哇，哇，太强了吧！好会吃药哦！哇，太厉害了吧！哦，好好，再喝一口，再喝一口。好饮。哇！多久？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哦，差不多 ，OK， 好 ，OK， 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哇！最后一杯吗？身边是否有这种朋友？说好不喝了，结果。小杯。还要一次。这都续杯。续杯。最后一杯了、哦、饮水过量，推荐家中有不爱喝水的小孩试看看。哦，没有了，喝这杯，来喝这杯。咦，来吃了药。哥哥波蒂与一岁的弟弟波卡前阵子一起得了感冒，需要吃药。妈妈表示，弟弟从第一次开始吃药就抗拒到现在，也非常不喜欢看医生。而哥哥则是从小就非常喜欢吃药，尤其只有弟弟一个人吃药的时候，哥哥还会想抢着吃。完了，芭比Q 了，真的芭比Q。